在这一边，它有三角形 ABC，它给你 coordinate，然后它说它是在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C，所以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呢，就是说它垂直于 AC，然后又平分它的，就是说它这边垂直，然后再平分，OK，然后equation of AB 是这一个。Equation of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C。So 我在 A 的部分呢，我可以这边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M，midpoint。So midpoint 呢，其实会是等于那个9加1除 2，然后9加减3除 2，所以9加1除20除2 5，然后9减3 6，6除2 3 5 3，然后我的 gradient of AC 呢，会是等于9减3。除九减一，12/8，然后它会是4/32/3/2，所以我的 gradient 的情况之下是减2/3，OK，negative 导法，所以它又经过那个五三这个点，所以我就 y 减三等于减2/3 x 减五，所以它会变成减2/3 x 加10/3加三。所以 y 等于减2/3 x，加19/3。OK，好，这个就是答案了。然后 coordinate of b 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然后我在 b 的部分，我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这两条线交界的地方就是 b。所以我就有8x 减63等于减2/3 x 加19/3，我全部一起乘3了，3824减63乘3的话呢是189，89等于减2x 加19，所以我就有24x 加 2x 等于19加189，OK。那我拿到的是208，然后26x，所以 x 等于208除26，拿到的是8，所以 x 等于8。然后我再 sub 我的 x 等于8 into 我的 equation to y 等于8864减3就1，所以我的 b 的 coordinate 是8逗号1，对了。然后 A B C D is a rhombus. A B C D A B C D is a rhombus. 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这一个它在垂直过来，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D 了，然后这边跟这边平，是 OK。然后他叫你找 coordinate of D。我们知道 rhombus 的 property 是什么呢？就是 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就是说我的那个 midpoint of diagonal，OK，midpoint of ACBD 会是等于我的那个 midpoint of 那个 BD，哎，是 midpoint of AC，OK，midpoint of AC，所以我的 D 我给它是 x 逗号 y，然后我 B 刚刚是。八逗号一，OK，八逗号一，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 x 加八除，会是一，九，哎，刚刚我的这个 midpoint 我已经有找出来了，不要，九加一除二，九加减三除二，所以我的 x 加八等于十，x 等于二。然后 y 加 e 等于6，然后 y 等于5，所以我的 d 会是25，d 是2逗号5。他叫你 show that AC 等于 2BD，OK？AC 等于 2BD 的时候呢，我们来找出它的 AC 先，OK？我们要找 AC 等于 2BD 啊，OK？AC 等于 2BD，还要你修这个东西。首先我找出 AC 的距离，
我刚刚我的 D 我找到是什么了？二逗号五，OK，二逗号五，AC 的话呢，它会变成 square of 那个九减一的 square 加九加三的 square，九加九减一八，然后是三，所以八 square 加12 square，然后。square 208，OK，square root 208，然后它也会变成四 square root 13，然后我的 BD 呢会是 square root of 那个什么二减八的 square 加五减一的 square，然后六。六 square 加四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 square 52。square 52的话呢，它也等于二 square 三，二 square 13。So 我的 AC 等于四 square 13嘛，So 我的 AC 等于四 square 13等于两个二 square 13等于两个 BD，sure。